Hello， 吴丽姐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你今天很用心哎，你特别穿的都是狗狗的图案。对，因为今天是那个毛小孩的活动，然后我特别穿了一个那个狗的毛衣，然后我的腿上也有狗。对，有，我今天带了三只狗来。是，今天带了三只啊。就一二三。哦，而且除此之外，你还真的有带了这个可爱的泡芙吗？对。他是泡芙，哦，这是咪呀。等一下，我泡芙了，哎呀，乱讲。我要抱你，今天帮我拿一下。好，帮你拿一下哈，你要抱着泡芙，对不对？这个泡芙呢，很可爱啊，他现在有点害羞。泡芙是不是太重啊？泡芙，今天我们有这个毛小孩的这个养育课程哦。那如果需要报名的朋友呢，都可以询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。我们之前已经有开放网络报名了哈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好吗？好的，泡芙啊，泡芙爸爸哩，哎呦，好看一下正前方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阿福哥你要这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正前方好吗？哈，来，泡芙要看，跟姐姐看同样的方向哦。好可爱哟 ，Look at you。好，那刚有讲到，其实在现场我们有这个方巾礼盒哦。刚有提到呢，画的正是呜呼，还有呢，舒淇的猫咪妹妹们哈，这个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赶快去支持一下，坐。泡芙不做作来，哎，你平常很喜欢这些毛小孩的？其实我家里有养一只狗，但是因为我长期在外面工作，所以它是家人在照顾。是，对，然后其实狗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对，因为它其实不只是宠物而已，其实也是我们的家人。是的，所以就是我觉得照顾宠物要非常有责任感。就是不能随便丢弃它。哦，我们今天有请到专业的来到现场哦，有这个教养课程哦。对。不过鬼鬼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因为你刚刚我们有看到你刚拿那两块两条美丽的大方巾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一个是舒淇姐姐的猫，一个是九令姐姐的呜呼呜呼。是。然后我等一下也会自己掏腰包，然后做爱心。然后我在想说要买猫还是狗？我觉得不如成双成对吧，对，猫跟狗一起买。是啊，对，因为这个全数我们扣除成本之外，我们会全数捐给流浪动物之家。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发挥你的爱心，而且它是限量的哦。泡芙，你有什么诉求呢？它是史上在台上最自在的明星。是，但是我觉得也要呼吁大家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课程，对。然后除此之外，在左手边这边呢，我们有这个狂犬病疫苗施打，还有这个晶片是完全免费的、哦。是的，还有可以装饰狗狗的地方。对啊，这个有很多的配件啦，还有这个宠物都需要用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哈。嗯，好，这个欢迎大家一整天都可以热情参与。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今天现场我们有很多这可爱的毛小孩们，对，希望帮他们找到新家。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就是支持领养不弃养，就是爱它就要照顾它。真的，他们每一个都好可爱，超级有活力的，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乖。真的，哦、像你刚刚抱的那只，对，刚刚抱那只小黑。他还没有名字，那我帮他取名叫做小克星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 HeyDayFan 小姐姐的小克星。哎呦，对，是，所以希望他跟你有一样这个非常有活力的每一天。因为他看起来有一点皮，是，他慢慢就会变成小克星。是是是，他真的还蛮皮的。对，好、哦，这个名字取得很好。我们也算小克星，你也可以找到好人家喽哈。姐姐等等哦，姐姐等等哈。好，那我们要请你带着这个巨星先下台。好，巨星他坐下来了。巨星坐下来。Good girl， 巨星他坐下了、哦。巨星是现在肚子饿了吗？还是我先下台，你坐在这里也是可以啦，好吗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好，泡芙，谢谢。谢谢泡芙，他不愿意下台。哦，他要，他要下去找爸爸了。好，那我们一起下台。好，谢谢鬼鬼，因为其实。